马上为您播出《细说台湾》。我决定要做我自己，不管爱爱心疼你，提出着女人的勇气，心肝头犹原坚持，创造一片女人的天。台中当时有一户姓廖的人家，因为祖先蒙牌起义，这种特别的风水来家运兴旺，人才辈出，甚至有三代五个共姓的笔名。俗语讲家和万事兴，家乱万事穷。饼店头家意外得到好风水，但是祖先蒙牌起运着旺，福正独顺南丁。小摊的二房不知风水秘密，就是讲蒙牌的起是印大房囝，竟然甲客兄斗空将蒙牌福正，出来害死亲生囝，气死头家。敢讲风水一个破，家破人亡的命运都无落改变呢？今日细说台湾，就要来讲一段生入风水、败入风水的故事。祖先蒙牌印子孙，比车运旺福正败，大房后生为报仇，费尽心机人情害，二房客兄破风水，为财无害亲家亡，新娘姑娘用命赔，感慨无用日流逝。请收看今日的细说台湾，中午得康克。中吴大康片一门技艺，伫因台中当时姓刘人家发达。相传这个穴位是由清朝三大地理仙之一的石母仙所做的。伊接受饼店头家本阿金的款待了后，决定要来替伊找一个风水宝地解运。伊选了这块看起来敢若特有的技艺，叫本阿金暗时啊先将祖先的梦给刷来吃，隔两天死记一个够，伊再搁按穴位，安尼就大功告成啊！想要到穴位正头前，拄好一间土地公庙啊！也一间土地公庙，却因为香炉搭空穴来落败。到底这个机械跟土地公庙有什么关系呢？新娘来啊！新娘来啊！大家进来看。别人哦，在娶某，拢是安尼欢欢喜喜啦。我娶某哦，煞安尼油头甲面。别人的姻缘哦，拢是好姻缘呢。啊，那我的姻缘哦，那是歹姻缘啦。别人的土地婆是安尼温柔又搁贤惠，但我这个土地婆性地啊，歹无大劲，爱哭搁爱对路啦。啊，尤其一嘴哦，袂像花家母安尼咕咕叫啦。一天到晚哦，爱关东关西，连我拍一个卡球哦，嘛要管呢。明理，为着我的自由哦，我看我嘛是紧闹跑好啊。哦，来去天顶哦，看神路神窟较赢啦。不怪哦，世间人伫咧讲啊，遮行遮好哦，唔通去遮着咧赤查某啦。哦，那就娶这款某吼，以后一定是三代无行路，四代无地过哦，我靠啊！你拄只讲像赤查某哈？神龙点水，三环水炮，
江湖翻身，天地起伏。这十八先替搬家安去卖日子，拄好去拄到土地公要娶某，那讲了嘛正拄好。这间土地公庙啊，伫个搬家祖坟的正头前。那第二先找了这个风水叫做向吴达康穴，伫个十八先做法的同时，搬家祖先的墓牌一大头啊起向前，起向前的墓牌就跟那牛角，一墓古连墓牌都牵着一只牛，准备被向前冲的款。牛冲倒出去，力量都会发挥出来啊！就是因为墓牌起向前这个特殊风水，去冲着小对象的土地公庙，所以讲安尼有的同时，土地公庙才天崩地裂。头车爷爷，虽然过性命啦，我家己都过袂好啊，我是袂当救你啦。墓牌继续起向前，对这个牛角一直搭起钢管呢。正头前的土地公庙到底变什么款呢？土地公，你来遮做事啦！这个时阵，一只鱼为向吴达康遐射倒出来，当然是直接射对头前的土地公庙的。也徛在门口的土地婆，竟然因为叫这只鱼给射到，全咧突然间消失去啊！哦，你要给我惊死啊！啊，这卖什么情形啊？连地牛都要来参加我的婚礼？哎，袂用哩，爱来调查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哎，啊，我迄个臭皮，啊，臭臭味啊，走伊就走伊啊啦！是你家己哦，要来离开我的，是唔通怪我无情放杀你呢？啊，规定哦。伊若要回来，伊就会回来啦。哎呦，先来调查地牛的代志，交给我。用武德看袂一个安好，本家运势就随便开啊。遐本家若是女王，就代表遐位灵动女强。你收到用武对冲的土地公庙，都会渐渐啊失去香火。本老板，本夫人，我甲恁找这个线，叫做用武德看之线。你看哦，这座山连位平地都亲像只牛，骨底啊同款，蓄势待发。这个结穴拄在牛头的所在，而且你祖先的八字甲这个穴非常之合，所以我们才点这个穴给您。未来您搬家绝对是顺利待发啦。三不仙啊，啊，阮是真感谢哦，啊，你通看这地理风水，啊，按阮祖先的梦啦。也唔过，你啊看，这墓牌来起家呢啊！对啦，啊，这是阮本家祖先的墓牌呢，安尼看起安尼，要倒要倒，唔知人吼，佮当作阮这做子孙来吼不好嘞，佮袂当麻烦三伯仙，甲阮想一下办法，甲这墓牌扶我正。要扶我正，千万不可啊！你唔免烦恼啦，恁注意甲看。这个蒙古就亲像一只牛身同款，这个蒙牌就亲像牛角，蓄势待发之势。我拄则有讲过，这个穴绝对会当予恁本家大富大贵，子孙万代，而且会愈来愈旺啦。不要，真是的，这表示讲吼，咱除了汉门以外，也够别个子孙啦。真好，真好，真好。不过彭老板。我要提醒你一件代志，什么代志啊？这个墓牌千万唔通扶正，也若无恁搬家，不但有厄运，而且会损男丁哦。啊，我了解，我了解。经过沙伯仙的解说，彭阿金才了解向吴达康灭的奥妙之处，也就是墓牌起像牛角，有特色台湾之局，墓牌爱起搬家才会旺。阿金遵照沙伯仙的指示，我要任何人知这个秘密。也自迄位安好迄天开始，本家饼店的生意就愈来愈好啊。但是受到对冲的土地公庙，却一直失去香火，甚至规间拢等无个一个信徒来拜。来来来，来看起来看，小弟从山来个贵宝地，今仔日就是要跟你交陪。小弟有带几项个宝物，要来看些遗憾的。条线上高级的三马红在我这，我敢甲恁保证，
恁若是买回去吃了后，身体健康，吃饱哩，爱啥有啥，看得到买得到，这敢真正有效？哎，这位人客官，不是我伫咧碰风，不管你是有啥物疑难杂症，只要你吃我的三马王，我敢保证，你绝对会治百病，身体健康，亲像一尾活龙的。这是正宗朝鲜的杂毛，啊，快无水，这敢真正有效？哎，当然嘛有效。头家啊，我发一张杂毛。好，无问题。来，来，多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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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真正有效，你何解对事？啊，那是当然的啊。我甲您讲哦，进前阮老爸破病，严重到是连大夫都讲无救呢。如果这三马王吃落以后，嘿，一杯水好起来哦。我甲您讲啦，您上好是紧买，无买哦是会后悔哦。头家，我来走啊。哦，顺行啊，多谢多谢。多谢。哎，顺行顺行。哦，迄支三马提咧，三马过真重呢，敢那有效？我来买看卖啊。头家，哎，你出了两支三马王，我拢甲你买去。哎，水鬼，这位人客官啊。哎。你有福气哦，才买到我这三马哦。你吃了后，你的精气神就会顺，顺了了，你就会旺，旺你就会大赚钱啊！哎，多谢多谢哈，多谢多谢，啊，大家辛苦了。有影是旺路啊，先都丢了。不过二十年前就失踪的土地婆，那都是行奸，而且一个当机一个倒头在讲骗钱。二十年来，因为香炉达康血的地印，本家靠着饼店的生意，变成怎啊来第一好家人。押金的大房阿伯呢，却意外的过身，跟他放一个后生汉文。阿金佫娶二房春风，又佫生一个后生叫做阿虎。一天是本家饼店的百年大庆，阿金将代志交汉文来办，春风真袂爽，也后生阿虎都要细汉的，所以春风嘛烦恼讲，阿金要将本家一切拢交汉文。真是一表人才，真香呢！汉文，那是你，阿爸。汉文啊，你这考你敢跳加关哦？临时学的啊。大家好，今日是阮饭记饼店百年的纪念日，欢迎大家共同来庆祝。饼店的百年大庆，当年嘛影响着二十年来一直受香炉达康业对冲的土地公庙，土地公金身果然搁倒落去啊！哎呦，我的金身哪搁倒去啦？哦，又搁是本家香炉达康业的。哦，土地公哪叫倒去？总算是有人把我扶起来了。既然来啊吼，无算算白坐。唉，这几年来哦，拜我的人是愈来愈少了。啊，害我的法力吼嘛愈来愈歹。啊，香火钱吼嘛愈来愈少了。嗯，这也袂歹，我一定要好好甲伊保庇一下，保庇伊赚大钱，食百年。土地公啊，最近咱庄仔来啊。来一对一男一女的变身啊，把我害个足凄惨的。我开足多钱，给伊买什么数码王，结果扛无两天就去互烂去啊。因哦，也阁骗足多人的钱啊。虽然大家讲拜你无路用，但咱咱买嘛有一步通，请托你讲，你着做主，把这两个变身啊，甲抓出来。这两个变神啊，既然敢谈我的管区闹代志，安尼我无紧来出巡，免来用你啊！大家好，阮饭记饼店今仔百年的纪念日，多谢各位支持，阮才有今仔这款的成就。今仔吃糕饼，半卖半烧送吼，
查甫人若买回去吃了，会得到翁来疼痛；啊，若查甫人买回去，绝对大富大贵，趁钱敢若趁水嘞！来来来，挂来挂，先上去来，好，哎，干掉，干掉，干掉，来来来，干掉，来，干掉。哎呀，迄好野人吼，就是好野人，你看，今遐济人来甲因捧场嘞。对啊，所以我毋才叫你今仔日一定爱来。啊对啦，虽然人西吼毋是咱的本行，啊，毋过嘛无当负责无。我知影啦，啊是讲吼。咱伫即个庄已经骗遐尼侪钱啊！我今日等一下，咱就去用拎出来呢。你放心啦，咱这条路就来半山吼，咱再耍来白庄啦。哦。喂。啊。你先看啥？无啦。你看迄个头家娘，真正死了够水的呢。嗯。啊，哪去嫁予迄个崩老狗啦？真正是一粒碎碎花插伫个牛屎堆，够无彩。你较拜托诶，迄人诶某，你唔通我白乱想哦。知啦。阿母，你看，这个人晒咧。本界百年前，哇，真正有够闹热的啦！不是我的母，我要找的土地婆。靠对无？姐，已经离开这多年啊，哪会当这出现啊？啊，我知啊，一定是当年伊的元神走来到凡间投胎。明日我袂当让伊看到我，我若让伊看到，一定骂我当初时啥人无爱找伊啊！啊，跟来走。明日啊，我袂用走啊。我下凡就是要来调查这变神仔的代志。小曼，恁高登回家跟我讲讲话，就想要走？你是要安怎陪啊？好家娘，歹势啦，啊，我也不是挑工的啊，而且有话讲转来，我若是有钱通陪你，嘛免出来跟人人西啊，你讲对无？既然安尼，就留伫阮本家做灯光督小。面对春风的要求，这对边上的兄妹只好答应留下来做事。因为因今日带一个老大，因证明无对向跳破。想卖玉皇真认真来咧做，希望赶紧将花间的钱甲钱我请来离开家。不过因阿兄谢东却是另外有一个暗算。阿兄，咱伫个这个所在已经共骗遐尼侪钱啊，今麦搁入来本家做代志。一定会去用拎出来啦！你免着急啦，阿兄讲予你听啦。咱即马还袂去用拎出来，就表示讲咱无代志啦。搭本家遮尼大，咱来遮做下骹手人，有通好食，有通好住，有通好啉，这有啥物无好？还佫有，你来看本家遮尼有钱，无听到这边，咱两个骗真侪钱哦、喔。还佫骗钱哦、喔，阿兄，这段时间咱骗的钱，已经够咱过日子啊啦。我讲到你这个憨小妹，你真正憨到袂白上呢？迄钱哪有人咧嫌多啦？对啦，我今仔日哦，我感觉你对迄个彭少爷有好感哦，若是用的哦，想办法嫁予伊做本家小奶奶，哪会咱咧骗钱哦，就加少好骗啊！我真无。嗯，有啥物无？会去知影无？咱今仔日人西你去弄着伊，就表示讲恁两个有缘。这安尼一弄，弄出偌济钱，你知影无？你放心啦，阿兄会甲你斗三工啦。还佫有，
我即马拍算要对迄个廖春芳下手，所以以后不管是彭汉文还是廖春芳赢，咱兄妹啊两个人拢爱想办法接近伊，知无？阿兄，咱莫阁做这种歹势力的代志啊啦！人在做，天在看，我惊咱两个以后有报应。百年大庆的过冬工都是放假制作日子，也毋过汉文在百年大庆迄天受伤，阿金就叫伊踮厝休困，叫世东陪伊甲春风来制作。世东一个看到蒙白起去，都正想要问阿金原因。奇怪，放假蒙白奈起假呢？感谢祖先的保庇啦！咱本家的饼店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。我的全家吼，搁较认真拍拼，予咱本家搁较兴旺。这摆庆典哦，我交阿门去主办，办了真成功。我相信那个饼店交去花，恁能放心，一定哦会花甲真好。是啊，要甲店交阿门。是安怎袂等阿虎大汉才会到食？阿虎嘛是本家的子孙，你安尼做是要分家哟？唉，我只是甲饼店教汉文化尔，搁再讲阿虎啊，我爱对汉文学，安怎讲甲分家去啊？本家就是靠伊经店咧趁钱，你甲店教汉文，安尼毋是分家？安尼你叫我甲阿虎是要安怎？无啦，无这个代志啦，你嘛想想遐多啦，知道？就擦擦。老家啊，请问一下吼，啊恁家蒙牌哪会起个安尼哈？迄唔是火正，啊那无吼，对祖先不敬呢。迄阮家的代志啦，你管人家要创啊？无啦，虽然吼我是无读什么册啦，啊不过这风水吼，我加减嘛有学一点安尼。人讲迄蒙牌若起起吼，会对子孙也无好呢。你即马是咧咒诅阮本家哦？我信风水信二十几年了，若要论风水哦，你还阁差一大截。是啊是啊，传传小金啦。好。世堂讲了对，大家看这个蒙牌起到安尼，我就看袂落。阿金阁白讲，袂当符合食的原因是啥物？蒙牌起起对子孙唔好，那安尼去影响到阮阿好是要安怎？袂用钱。这个蒙牌一定要好食，那无店若是予彭汉文规碗捧去，我们都要哭无目屎啊！多谢哦，多谢。头家买啥？买这。啊，买偌济？两千。稍等下哦。来，多谢。阿兄，你是透早走一顿哈，到即摆才来。我着陪头家甲头家娘去制作啦。哦，这栋，多谢你啦。原本吼应该是我爱去的，啊，不过阮阿爸吼坚持我留去厝里休困。结果你嘛无伫个厝里休困，赶快走来店内做代志啊。我哪有需要休困啊？这是我应该做的啊。头家娘买啥？这包什么？来，这是包红豆啊。这个糕仔饼无啥物特别的所在，是安怎这么多人买？嘿，这个本汉文矿业不咧外高，是安怎生意这么好？敢讲这糕仔饼有啥物秘方？袂用的，我一定要赶紧想办法，摕到本家的财产，好叫皇贵好日子。哎呀！我这个某哪会来还甘蔗变神啊？袂用哩，我一定要对你要本家好好啊调查一下，希望到时阵我这个无缘的某袂认得我才好。老爹娘你好，要提啥？你老娘要提啥？要来五家。好，稍等你哦。来，老爹娘，你的饼好啊？唉，希望我的幸运哦。袂去予我迄个水某发现啦，啊嘛唔知影伊即马佫认得我无？袂用哩，真想要摕去，
我一定要想办法入去本家，才有法度抓到那两个变身仔的证据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是你啦，是你啦，玉红，你有安怎无？无啦，我袂要紧。看因两个遐尼啊亲密，原来我的水某即马介意本家的少爷，袂歹，眼光袂歹。到时阵我就甲因两个杀作对。哎，水某，你即马是咧讲啥？无你是谁啊？你骂我？欸，我是你七世的翁婿呢。虽然哦，上尾一世咱无缘分啦，也毋过哦，我是足欢喜的啦。因为哦，我感觉咱两个无啥适合啦。你拢无印象啊？你看较详细啊。哦，欸，你是莫说称呼哦？什么称呼？小弟不。原来已经袂记得我，安尼真好。只要这世姻缘改善好本案文，安尼就无问题啊。先生啊，啊你要变无？有啦。啊，我想讲吼，恁都百年庆啊，应该有推出啥物新的口味，我想要试看卖。确实有研发啦，啊，不过吼，阁无法度想试啦。啊，无安尼啦，你试看卖阮的豆西饼，这吼是阮店内卖了上好的。卖了上好的。卖了上好的豆西哦，确实好食啦。也唔过吼，来当家换做白凤豆西，啊，甲磨了较绵咧，吼，迄绵绵的口感，互人食落吼，一定会搁较侪人来甲你交关啦。先生，啊你，这天下哦，所有好食的物件，我拢食透透啦。自然会当互你一寡建议啊。啊对啦，你拄仔讲迄新的口味哦，有啥物问题啊？甲问题甲我讲，无的确哦，我会当甲你斗三工。真实个哦。先生啊，你若是无嫌麻烦哦，使跟我等来阮家，替我试新口味，给我一寡建议。汉文啊，你莫插伊，我咧开是变神人呢。我肯定想我是警察，要比道行，你搁差我一开。哦，你叫我走，我偏偏啊特别老嘞。头先，你吃看麦。哼，什么的阿头先，那亲像是一个痟的。伊敢会是跟我同款，嘛想要来骗本家的钱？我的建议哦，是你踮这豆西饼内底会当加一寡东西，吼，还会当把这油的味吼压过，佮会当让迄个香味啊，佮较提升啊。你试看麦。这个想法真好呢。阿头先，多谢你啊，我先来走。嗯，真的，真的。恁豆豆做就好啊，哦，我先来休困。阿头先，客房那就欠上，随老讲，我马上替你传。唔免啦。你甲玉凤好好做，好好相处哈。嘿嘿嘿现在已经把他们两个人骗进来灶卡里面做火做饼，稍等下我只要把门锁起来。人俗语在讲，近水楼台先得月，这样的感情就会越来越好，这样玉凤就不会去骗这本家的财产。一减二个，蒙拉减四个，唔来当解决这变身仔的代志哦，阁会当替我一个某找到一个好翁婿。我安尼做，敢是咧卖某做大牛啊？我无收钱啊，无算未，无算未。Thank you.
咱本家饼店会有今仔这款的成就，真正有遐感谢查某先当年替咱安的风水，王牌愈起，咱本家就愈发。而且厦门这个囡仔哦，我那真骨力啦，真肯学，所以我决定甲饼店搞一起发展。是啊，原来王牌愈起是甲大房有关系。我就知影，迄个阿金偏心，既然要甲饼店交予汉文，好，那安尼就莫怪我用家己的方式甲饼店抢倒转来。真的是在意唔在意，村庄认为讲蒙白起起就是印大房，都决定要来抢财产呢，叶梦栋敢会惹来什么麻烦呢？即嘛哦，也阁招会。等落伊来大汉的时阵，我会叫他门开一间分店，会去看。因为村老阿哦，遐尔少年就对，我免顾因我囝。我即卖发现，竟然连一个梳头都变袂出来，笨蛋！若阁安尼往落去。我以后唔就爱出去嫁人分啦，家仔，家仔，我找到一个梳头，我的计划一定会成功，梳起来，嘿嘿嘿，甲恁梳起来，恁两个就到内底好好啊，恩爱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哎，什么代志啊？什么代志？喂！啊，姚英啊，啊，刚刚找梳头，啊，无找梳洗，啊，即摆是变乱啦，啊，什么代志啦？好啦好啦，你莫叫啦，我想办法，我想办法。我想办法啦，我想办法，我变啦！啊！我只要陪你来啊。阿娘你来啦？这不重要啦，啊，我是什么代志啊？我袂记，我甲门锁起来。你无代无，你锁什么门啊？我甲门锁起来是，我要甲你甲汉文算作对啊。汉文嘞？汉文拼做煞了，讲起来就倒去困啦。我本来嘛想讲吼，我物件看看也要来走，要来走就要去锁内底啦。好好，你这下好势啊！我看哦，咱明仔天光哦，有人来开门，咱靠我倒出去啊。啥？喂！我是比你较会晓啦。哎，我跟你讲啊，即摆只就干剩咱两个啦。剩咱两个又安怎？哎，我是跟你警告，你上好是离我较远的。伊若无吼，我就……你就安怎？食饼啦。这饼吼，我甲汉文拢吃过啊，感觉袂歹，就是唔知你会看安怎？我讲啊。嗯。好食。好食，是我建议海门加的啦。我感觉吼，加香菇类，迄饼会较香。水果，我都唔知哦，你这么贤做这食啦，佫晓加香菇这面，加了好，加了好啦。香的水果，真正是小风风味。哇！周先，周先，你当时变到这么温柔啊？啊？我感觉淡薄没关系呢。切！
天光啊。玉红，玉红，玉红，阿头仔，汉文，我甲阿头仔吼，啥物代志拢无发生，你唔通误会哦。只是昨昏有淡薄仔意外啦，阮两个唔知为虾米吼会去用锁伫咧内底啦，是讲嘛奇怪呢，阮阿兄哪会无来找我？喂，你唔好困啊，你起来讲。哎呦！当然哦，嘛未发生什么代志啦。啊，刚伊这个恰查某又发生什么代志？啊，是讲哦，我是迷茫啊，是安怎？那会感觉你哦变甲搁较温柔呢？即摆来甲搁落搁差别同款啦。你我呢？好啊啦，你无代志就好啊啦。阿头仔，我昨有做新的饼，我今仔随做互你食。唔免啦啦，我食过啊啦，口味袂歹，就用这味，一定让你赚钱啦。真笑，蒙白愈起，咱本家就愈发。而且厦门这个囡仔哦，我那真孤单啦，所以我决定甲饼条搞一起奋斗。你顶下讲蒙白若是去这边，家孙会去惊歹咯，我感觉足有道理的。阮家老姚就是伤过美食，今仔请你来替阮甲蒙白好好食，若无健康就好，安尼就唔好啊。阿经理话，你放心啦，我会去请土公啊来甲伊好好食。原来春风甲小童早就行做伙啊，原本春风是要等阿金死了后才来分财产，因为今嘛个个想要夺走全部财产，都决定要甲小童来斗空啊。十步先捌讲过蒙白的好好食，本家都知的，而且过孙南丁。敢讲蒙牌一个好食，本家都会败呢。托你讲，知影讲阿金相信算命，都讲要替本家来看运势啊。安尼讲甲嘴甲全破，主要目的其实是要提醒阿金对身躯边的生有人都要封闭了。人讲做出心虚，所以小童伊是听个心惊惊。不过，托你讲的如意算盘，敢真正有效呢？阿头仔，啊，你既然会晓算命哦，无想煞甲我算一下。我跟你讲哦，我的先生你，是安怎样？这，彭老板啊，你最近有急事，可能会。你何必讲话？你敢纠缠我？我哪会死？我不可能会死啊！是啊，我无跟你这。你死啊！老弟，我。妈妈。阿金。哎呦呀！奇怪，我发了个。阿爸。好了，我唔是干爹，干爹。哎呀，我要听我啊！哦。啊！你真好大胆，你敢搞弄落去哦？是伊啦，伊先甲我拍的，我唔知甲会弄到你。不过我讲的拢是事实嘞。你千万别讲啥啦，你这大骗子，讲你会晓算命，你根本拢是骗我的。我跟你讲，我不但未死，我更加霸你哩啦。你无相信我的话无要紧啦，我是为你好，你家己也较细腻的啦。啊，你怎么这个？阿伯，你较认真诶啦，只是算命尔，人家认真啦。我有了无？本界出代志，就是蒙牌出问题。不过我的法力会向向恢复。啊，是讲什么人来甲蒙牌付我钱？实在真灵性，蒙牌一付正，所有人来拜啦。唉，真正是风水轮流转。哦，来来，大家，多谢多谢，我因家哥来哦，好。哎，汉文，真高哩。多谢你。你是来卖饼，是来食饼啊？你捌看过这么妖怪的人呢？那饼拢给我吃完啦，我是要安怎卖人啊？
你讲我妖怪安尼就歹听嘞，我是咧替你这吼这新的口味啊，讲互你闻哦，我嘴就好拍干。这个时阵，阿虎也偷偷走来饼店耍，想要告诉发生一段我都挽回悲剧。爸！哎呦，阿虎啊！你大王，你走来这冲哪啦？我要买公交车，先上去，这是我精彩待遇啦！阿虎，老爷，阿爸。我是这个代志啦，今嘛啦？大夫，阿虎有要紧无？我已经尽力了，笑已经走，请节哀。你真是啦，你起来，你起来阿虎。哪会安尼啦？阿虎还遐细汉，哪会发生这种代志？彭阿妹，你过来。一个人好好跟你出去，还分手一桌子再等来，你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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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你是在创啥？哟，过来！你是在创啥啊？大人大姐啊，够一个囡仔够袂好，今麦出人命，你讲要安怎？阿娘，我真正唔知影为什么阿虎就带我出去啦，我啥物都唔知影，一定是恁两个故意搞我害死啊！我爱你付出代价，付出代价。春风啊，阿虎啊，这囡仔既然也无想要对咱，你就莫安尼伤心，莫想想遐多啦，吼。阿基，你一定爱替我做主。当然啦，这当然的啦。阿虎啊，嘛是我后生，伊的后孙吼，我会好好甲安葬啊，吼。就安尼。阿虎是害门害死，袂当安尼都唔管啊！这嘛唔是完全是害门的唔对啊！你讲这是啥物话？敢讲你的心肝内只无害门的迄个后生？阿虎就唔是你的后生，阿虎都是害门害死的。拄只我梦到阿虎来找我，伊害我替伊做公道。你笨蛋，我一定要帮你甩。阿基，你一定要替我做主，你一定要替我做主阿爸，汉姆，你来了多好，阿虎是你害死的，你是要怎跟我交代？今嘛等你阿爸那边，我要替阿虎讨一个公道。春风啊，你到底是要怎？阿你，干掉交我管。我就去官府跟你告。你这么在讲啥？咱是一家人嘞，干不需要跟他客气啊？我唔管，我唔管啦！你爱甲点好我，你爱甲点好我。啊，好啦好啦，我来甲点哦，交你接手啦。阿华门好反省，阿你唔得用你。阿爸，好啦，阿门啊，你莫阁讲啊啦，你好啊吼，去发到你小弟阿华后事啦。人伫咧讲哦。事大无上事小，我甲你阿姨哦，袂记啊。你这个做阿兄的人哦，就好安葬你小弟。是。这个蒙白哪会变安尼？汉文，蒙白安怎晓？这个蒙白应该是起的。起的？蒙白哪有人咧采起的？人迄蒙白都嘛咧采好正，子孙才会得人听。啊，不过阮阿爸千交代万交代，蒙白袂用扶正。虽然是无讲什么原因，啊，不过到底是谁来蒙白扶正？阿门啊！蒙白若出问题，等于问你阿爸知啊。阿金来啦，冰一杯香阿茶。哦。阿爸，我想要问你一件代志。什么代志啊？你讲啊。
我想要问咱家蒙白的代志啦。什么蒙白的代志？对啦对啦，蒙白咱有啥物代志啊？汉文，你紧走，你阿爸要困了啦。阿爸，唔知为虾米咱家蒙白恐怖症呢？你讲啥？这是不是你的代志？你也知影，蒙白来恐怖症，咱本家不谈离婚。你这个孙子顶贼！你妈要激动啊！敢讲是你？春龙啊，感情是你？我问你，你是阿边的子？你是阿边的子？你还怎样？啊！我是叫你害死啊！我是叫你害死啊！阿金，阿爸，阿爸，阿爸，鬼，阿金，鬼心肝，阿爸，阿爸，阿爸，这是这个结核的迄味道，你一定爱收好好势，唔通让人破坏到结核。这个核是天机，千万唔通泄露出去。咱若无和一挂有心人，也是甲你有关系的人来甲迫害，对恁本家非常不利。别急，毒毒，什么毒？阿爸，毒！阿爸，阿爸，阿爸！我是气死严无伤，本家小人煞出代志，而且阁是应验三宝仙所讲的孙南丁。敢讲汉文有性命危险呢？当初三不先所讲的话，竟然拢随行啊应验啊！一千交代万交代，蒙办啊富豪城，本家唔闹厄运，而且过孙南丁，那即马阿虎家阿金拢过身啊！本家为了南丁汉文，敢会也出大事呢？阿金，以后日子是要安怎过啊？这个老狗即马一死，本家一定会大乱。我一定要好好趁这个机会，把本家的财产拢抢回来。金那样红抓个，敢讲甲迄蒙白有关系？我嘛唔知影，是安怎甲迄蒙白富豪食，会互伊遐尔生气？我过了阵会当互伊欢喜的。啊，不过安尼嘛好，我加入来搬家就是要等伊死，真嘛，总算活等就一天啊。嗯，不对，说到来，只要除掉本汉文，那安尼搬家就是你的啊。不对。我一定要把本汉文赶出去。对啦，阿金要死之前，伊有讲一条什么道，不过我唔知影是啥物意思。道？啥物道？我嘛唔知影，啊，不过是阿金要死之前讲的，一定是真重要的道。我拄来恁庄的时阵，有听人讲二十年前。本老爷有请一个地理仙的，还是什么仙的来看过风水。自从那边了后，本家的生意就开始变好。你讲，这敢会甲本老爷讲的道有关系？我认识阿金的时阵，伊就已经足好呀，根本都唔捌甲我讲过是什么道。连你也唔知哦？那安尼表示，这个秘密真重要。道，有啥物物件去用到道呢？中宝道，对对对，就是这個，这就是阿金变好爷的原因。那紧来找到那张图。对，问题是都是伫个什么所在咧？我想应该是伫本汉门遐。阿金是真正是甲伊讲的，本汉门手头一定有那张图。好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叫本汉门乖乖把图交出来。
小雅，坐到，坐啦。好啊。哦，小雅，一透早就这么认真，真有大头家的办事哦。无啦，我是想讲吼，阮阿爸拄过身尔，我是应该担起这个重担。虽然讲店真正是阿姨在管理的，啊，不过我嘛袂使失志啊，爱好我拍拼。迄是当然的，会晓安尼想吼，就对我啦。哎，对了，小雅，有一件代志吼，甲饼店的面粉有关系，我要甲你参详一下。我有熟悉唐山一个姓詹的大老板吼，伊是专门在做面粉的生意。伊讲，咱一边啊是我都买一船的量，会用算咱家族上呢。这哦，我嘛是较关心伊在学校的厨商啦，安尼我较放心啦。有啥物袂放心的啦？我甲迄个姓詹的头家真熟悉啦。不再讲，老爷才拄过身无偌久，咱饼店的生意哦，加减会受到影响啦。所以最近哦，你的成本哦，爱较省一点嘛，啊，加开一寡钱哦，做宣传比较较实在。好啦，既然拢安尼讲啊，我咱试看卖啦。对啦，就是安尼啦，安尼唔只是聪明的生意人，迄算盘咧，特特算算的哦，就知一定会好个啊，对无？赵爷，我看归去安尼啦。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谢东骗韩文所签的契约书，表面上看来是无问题，也毋过谢东早就已经布局好势啊。到底伊会用什么方法逼韩文提出装宝图呢？不过根本就无装宝图的存在，韩文敢有法度渡过这关？本家因为项目达干歇来落败，托你讲敢有法度能改变本家的命运呢？什么代志哦？文少爷，你准备要赔钱啊？世东，啊，伊是少爷，伊就是做面粉生意的詹老板啊。少爷，代志唔好啊啦！迄载面粉的船吼，沉落大海啊啦！什么？沉落大海？哪呢？我嘛唔知啊。啊！伫个海上要发生什么代志，嘛无人预料会准啊！还阁有哦，迄詹老板讲，沉落海的船啊，阁有面粉，咱拢爱赔钱啦。无唔对，只要客要输行，这船是恁的，面粉嘛是恁的，钱是我替恁出的。但是这块唔正经，伊讲伊无钱赔，我只有来找你讨啊。詹老板，船沉落海内底的代志吼，我阁需要了解啦。啊，不过。若真正是我的责任，我一定会赔你钱啦。啊，你爱我时间装钱啊？你怎啊直接带人来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啊，你分家遐尔好个，啊是要装什么钱啊？黄汉文啊，恁爸无迄个时间点来听你咧唱靠调哦。钱赶紧摕出来，啊若无，我就将契约书提官我甲你告。这个钱先给你啦，其他的我才想办法还你。啊，本家少年头家，刚干那只一点仔钱尔，无啊？啊，你即马是条故意无要还就对啊啦吼。大爷，啪！哎，少爷啦，陈老板啦，你倒是我看咧，你若出代志吼，我嘛有责任啦。话好我讲啦，莫让你去加动手啦。好，你要遐搞话，我就让你做个拍。像啊，请问大哥，来这拍人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彭汉文欠我钱，啊，我来找伊讨钱，敢有啥唔对？我已经给你一部分的钱啊，其他你也无时间，我无看我还你钱啊。我无要管你遐济啦，我给你一丛香的时间，我要看到钱。啊，若无，就用恁彭家的店面来行销。我若无看到钱吼，我一定人抓厝拆。
鸡仔只要掠到无饱食。方汉文，到底什么情形啊？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啊？谢东将代志自头至尾讲一遍，也剩那么配合搬戏，叫汉文家己陪，而且佫提醒伊阿金要死的时阵讲到赌的代志，迄乃是全部赌都赶紧提出来陪啊讲。不过汉文一文三不知，忽然就真正唔知影赌的代志咧。春风虽然气，不过为了要将戏搬煞，伊嘛只好替汉文来陪啊。本汉文，你害本家老姐，佮卡唯一的店面拢赔掉啊！像你这种人，我无想要搁吞忍啊！我爱你，今日就把我搬出去。好紧张，你不能把汉文赶出去啦！这件代志，咱应该偷偷参详啊！哎，哪个大来事？你管啥？你搁讲，代志拢你悟出来，你唔知想办法解决才对。我嘛想要解决啦，问题我无钱，我是要怎解决啊？好啊，你卖搁吵啊！本汉文，你害死你阿爸，搁害死阿虎，你搁有遐个面，待你家。你是要走唔走？你若是唔走，我举扫帚把你薅出去。好，我走。哎，汉文啊！汉文，歹所在吼，可能就爱委屈你啊！啊，你唔通见怪哦。袂啦，袂见怪啦。阮即摆安尼吼，有一个夜风票的所在，都要做头笑啦。是啊，阿文啊，卖袂你妈啦，拢是我的唔好，啊，你就卖捂住啦，啊。甲恁拢无关系啦，是我自己无先去了解迄个细节的，而且一开始就订遐尼侪份嘛唔对，我是咧告我自己，把本家的饼店拢无甲无去，是我唔对，我对不起阮阿爸，对不起阮本家的祖先。汉文，你莫艰苦啦，阮大家拢会甲你斗三工啊。你莫阁讲啊，给我一个人小静一下好无？汉文啊，你家己心情无好，莫硬牵拖别人啊。杨红安尼讲吼，嘛是为着你好啊。好啊啦，好啊啦，时间也无早，我来传接啦吼。彭汉文啊，你会当我拜托一下无？莫阁安尼失志啊！阮遮侪人咧甲你斗相共，你煞坐遐饮酒，你毋是足敖诶？不是要把本家振作起来？较早迄个认真打拼的彭汉文，走去倒位去啊？啊！我的代志要恁管啊！你好啦，莫讲啊啦！我偏偏要讲啦！彭汉文啊，我知影最近恁家发生真侪代志，你即马心肝内嘛感觉足郁准的，感觉所有的人拢对不起你啊！我甲你讲啦，啊那我咧，我予恁本家害甲落灾二十年。你安尼一点仔不如意，就来当遮失志？你敢无听人个讲？一枝草一点露，天无绝人之路啦！人只要认真打拼，就出头天啦！阿土西啊，你即摆吼，莫阁讲遮个话，甲刺激啊啦！我就是要甲刺激啦！伊若阁安尼落去，伊敢对会起阿虎，对会起伊阿爸，也阁用本家个祖先？汉文啊，阿土西吼，伊无歹意。伊只是希望你用个较振作个啦。我知影，你讲了对。我袂用对不起阿虎，甲阮阿爸，更加袂使对不起阮本家的祖先。我应该要好好啊振作起来。我当初是雄雄走出来，袂记了本家的神主牌请出来，我应该要回去一撮。对吼，安尼咱紧来提啊。好啦好啦。本汉文是一个真好骗，就是啊，
这个张老板跟我真熟，而且这边跟我配料甲真好，一点啊都不白讲。谢导，这真正真高呢。我这只叫做假戏真做，对头到尾我根本就无买遐货，就甲迄个饭堂门来骗眼戆戆死。啊，不过真可惜，我被伊提出总督到。对啊，我嘛感觉奇怪，伊安尼甘愿去用赶出去，嘛无愿意交出总督到，敢讲都无伫个伊啊？那呢？迄刀会伫倒位啊？阿健的房间我拢已经找过啊，拢找无一条刀呢。王健，良心，今麦放假已经是咱的，到时阵咧房间一间啊一间敲，我着唔相信敲无啊？春风啊，这已经唔是放假，迄新主牌也是唔是好请调去啊？这是松柏岛，来唱这些所在。无啦，会去顶头珍珠牌啊，所以阿金才甲伊藏伫咧遮。谢董，咱真正足好运的呢。唔对，你讲，即卖连天公伯啊，就咧甲咱斗相共。啊，对啦，总统啊，我先来等，我先先看迄个本案文刷落来有啥物动作，哈。谢董，你莫走啊，我不爱接啦。准统，你放心，只要时机若到，我会跟你结婚，咱两个人永远生活做伙，啊！阿兄，荣，你来做哪只？原来你讲你要出戏，就是走来本家找这廖春风哦。恁两个到底是什么时阵做伙？那是因为你阿兄巧，伊甲我斗相共，咱做伙成功。我参像你，硬要替本案稳出头，才会到今嘛凄惨。阿兄，你是甲斗相共啥？啥乱伊安尼讲？林世栋，你哪会当安尼做？别怪，就要怪你家己讲啦。林世栋啊，你莫想超过哦！王阿文，我即马就告诉你一个，你抓准阮兄妹啊两个人，是真心真意要甲你斗相共事。你若是安尼想，你就唔对咯。阮兄妹啊两个人，对头到尾就是变形啊！阮会伫甲你本家做个家丑人，主要就是要骗你本家的财产。也阁有，你就是阮小妹，是真心真意嫁伊，你信？唔是，伊只是想要做本家的小奶奶。当初你若是愿意娶伊，我今仔日嘛袂用这款手段来对付你，把你赶出去本家。这一切拢是你家己做得来。汉文，我无。林耀宏，你竟然敢骗我！林世栋，我问你。我到底倒位对不起你？你还没对待我？你讲啊，你讲啊！无，你无什么所在对不起我，是天公伯啊对我太无公平咧！有你这款念头来做好呀人，我咧，我这款这么巧的人来做善下人，我只是要证明给天公伯看，我赶快能够做好呀人，我赶快能够做大少爷。哎呀，你莫再讲啊啦！好啊，你莫再讲啊！你林家兄妹啊，联合廖春风来对付我，我阁戆戆啊相信你。好，真好，您成功啊，您成功啊！阿文，阿文啊！阿文，走，我走的，我不准你去找那个廖明仔。
现在对咱已经无利用价值啦。阿兄，你现在就抢过来！站住！站住！哟，要走就回走啦。喊门啊！你走来土地公庙要创啥？迄林家，我未搁当迄林家，我予林家伊嫌伊啊骗甲戆戆西，我真正是戆人啊！哎呦，啊，这嘛无完全拢你的唔对啊！啊，是我吼应该甲伊抓起来，要唔过吼我无尽着责任啦。我甲你分析咧啦，啊，无安尼啦，算我吼欠你一个人情。啊，不过我甲你讲吼，迄个玉皇吼，伊绝对唔是歹人。伊是，伊是来骗我。伊自头到尾拢是来骗我的，我真正唔知影，当初伊弄着我，是毋是超过伊要离阿本家接近我？我甚至搁怀疑阿虎的死是毋是甲伊有关系？汉文啊，你搁安怎艰苦吼，嘛袂当甘会无天啦！我唔准你安尼讲玉皇啦，玉皇，玉皇啊，玉皇，汉文啊，你够记忆哦！伊的代志我无想阁要管啊！我真正上重要的是想办法来放假摕回来。好，我问你啊，你即摆想要安怎做？我拄则有答应你，我欠你一个人情，我甲你斗相共。我要用伊的头割伊的饼。人讲师父三师父终有后悔，汉文的心已经叫修魂术蒙蔽。到底伊会用什么手段将放假抢夺回来呢？细桐，这是放假做甚的梦？哪有可能有包装啊？总部图就是安尼画的啊！总部图，敢讲伊手的图，就是阿爸讲的图。啊，不过我看伊画安尼久着，无画着啥。既然恁遐尼爱补妆，我就用总部图来跟恁算。阿妹，玉皇，我甲你带来。玉皇，我要跟你开始嘞。跟我开始嘞。是啊，之前吼，因为我的情绪无稳定，来你阿遐做的代志，牵拖着你，是我唔对啊。你唔免为着这种代志跟我开始嘞啦。你肯跟我讲话，我都已经足欢喜的呀。啊，本来就是我遐唔对啊，是我这个做小妹的吼，无好话跟伊口劝，应该是。我跟你回信了才对。啊，你两个是调教的哦。啊，一个回信来，一个回信来去，安尼唔着回袂煞。玉皇啊，我有一件代志吼，想要拜托你啦。什么代志？你讲。我想要拜托你吼，带我回来本家啦。啊，我是本家的子孙，一定要来本家做代志。就算讲吼，是替你阿兄做代志，我嘛甘愿啦。啊，不过你阿兄一定不会让我回来，所以。汉文。我知影你的意思，啊，不过我惊的，汉文，我无希望你是为着要对付我阿兄，才来拜托我的。虽然我阿兄伊真正真超过，啊，不过搁再安怎讲，伊是我的亲大兄。玉皇，我真正无这个意思啦，我绝对吼无想要伤害恁阿兄啦。自从吼，我把本家挂出来，拢是我大家的关系，拢是我做了唔好，我哪敢去怪别人啦？这几天啊吼，我伫土地公庙想甲足清楚的，若是讲吼，你管你阿兄，不如靠我自己好好自头打拼啊。原来是安尼哦，希望你是真正想好清楚啊。你放心啦，若是有啥物所在需要我斗三工，我一定会尽力的。玉皇，多谢你啊！
哟，是啥物风，把阮本家的大少爷找来遮？是林世英啊。阿兄，你哪安尼讲啦？霸占人的厝，阁毋知通检讨。啥物咧霸占？我是光明正大靠我的实力摕到的。你阁好意思讲？这根本就是少林的部署，一定是廖春风把你骗的啦。林耀宏，你讲话较客气的哦，那不是规定是世堂小妹，我早就把你扒落啊！来啊，我讲我白讲。啊，好啦，卖管他啦，过来。王梦玲，你出来在要创？是汉文叫我出来等来啦，伊讲伊有代志要拜托你。有代志要拜托我？冯大少爷，听讲你有代志要拜托我。世东，冯家是阮祖先辛辛苦苦打拼落来，我是冯家的子孙，我一定要留在冯家，所以我希望你会使好好留在冯家做代志，就算讲哦，是做你的下手人，嘛袂要紧啦。啊？交给你吧。这个本汉文哦，雄雄跟我讲话安尼轻声细碎，我袂习惯呢。你想看卖，敢要留来？当然嘛不爱，想知阿姨的目的是啥？那是伊是要当来报仇，是要安怎？对哦，我哪会无想到这点啊？赶紧，我来试看卖，看伊的心意有偌大。本汉文啊，你若是肯跪咧求我哦，我若欢喜。无定，我会收留你哦。嗯，男子汉是跪天跪地跪爸母来呢。世东伊是超工要汉文歹看，就看侮辱汉文，敢真正吞得落呢？阿兄，林世东啊，你莫安软土情句，我甲你讲哦，汉文。卖差皮，卖个贵啦！不要紧，我贵。汉文，我拜托你，我带来本家，我愿意做牛做马，替恁做代志。真好真好，我就给你留下来，给你做我的奴才，啊！世东啊，你是安怎来给他留下来？你不是想要知影本家的宝藏藏在什么所在？今麦冯汉文是为着耍帅，所以啊，爱给他留下来。还有，你不是想要替阿虎啊报仇？先给他留下来，以后你要安怎甲糟蹋，安怎甲折磨，拢随在你啊！阿爸，总部队的代志，你长老托忙，我已经知啊。你讲咱的祖母名为大红，大红冻水，水灵心在。所以宝藏就藏在祖母边仔的水池啊，只不过爱以财滚财，才会当将宝藏引出来。阿爸，你放心啊，有时间我一定去把宝藏摕回来。世东，你一头在搞我，这是要创啥啦？我实在叫宝藏快，你莫阁搞我救我啦！哦，我有听本汉文在讲哦，伊讲这宝藏哦，藏在这所在啊。真是嘞，那呢，你赶紧找啊！哎，这个所在这么宽，我是要安怎找啦？我有听你咧讲哦，以财滚财，所以我唔才叫你早些点起，还阁有地契。我想哦，应该就是用这条财来找宝藏。干嘛呢？啊，不过这是水边嘞，若是甲点起甲地契用单去，是要安怎？对哦，你讲的嘛是有道理。啊，无安尼啦，先甲起蒙古顶头。咱对这开始找，这两个人哦，真正在找宝藏啦。本家的财产哦，拢给因提到手啊。
还佫想要来找宝藏，人哦，哪会遐尼贪心啊？哎，汉文啊，其实无啥物宝藏，你只是想要甲伊创治一下，对不对？阿土塞对阿土塞，确实厉害呢。我的巴肚就疼，我的巴肚，无代无钱的巴肚疼啦。我有心啊，我的巴肚。你有心啊？没，过来，我先带你阿等。大夫讲你是动着胎气，爱好我调养。迄个大夫敢会当信任？伊敢会把这些代志讲出去啊？你放心啦，迄大夫哦，是我对隔壁村请来，而且我嘛甲伊讲，这囡仔是彭老爷的，应该无啥物代志，你别烦恼啦。啊，不过这囡仔真正是你的，因为阿基伊早就袂生啊。真实的哦，哪会安尼啦？啊对啦，咱两人的代志绝对袂让人知影，若是有别人知影，咱两个人就惨啊。有我知影，啊，不过你一定要对我甲咱的囡仔负责任，你知无？哦，我知啦，我会负责任的啦。啊，我对你的感情，敢讲你还不了解是？你好好休困啊！哈。只要你心肝内有我就好啊！对啦，店客甲地客，你敢有收好？啊！我为着要求你赶紧抱恁回来，我煞袂记诶，我即马随来提吼。想袂到，这廖春风记着林世栋囡仔，这件代志若传出去吼，一定让人针对咱啦。阮阿爸才死偌久尔呢，这廖春风竟然甲林世栋认啊！阿文啊，这件代志哦，千万唔通讲出去。是安怎？阿文啊，我知影你想要对付因啊，也毋过林世栋是玉皇的阿兄咧，伊若是出代志，玉皇一定会艰苦啊，你嘛爱替伊想者。而且你即马地客，也佫有店客拢已经摕到手啊，安尼毋是算讲甲本家已经手倒转来啊？你讲了有道理啊，我都袂讲出去。安尼，你煞来想要安怎做啊？看书办事。阿土西啊，这白雪酥吼是照你的意思加上煮的，安怎？敢有好食？真好食，安尼做吼就对啦。真实的哦，总算哦做出你喜欢的口味啊。你若是有喜欢哦，安尼人客一定嘛会喜欢的。喜欢就好。我搁再一个吼，不用的啦，迄村的饼是我要卖人客的啦。啊，我感觉你也是出去啦，你若是继续留在遮，我的饼也去吃了了。无啦，白说说好食嘞。无意无事，啊，把我利用完哦，就把我赶出去。哼，敢知哦，我即马无想到本家香牛达康系所影响，哼，我甲利用发力就好啊。杜天明，你好哎！哎，汉文，你来啊？对啊，我来打沙工。好啊，啊，对啦，我跟你讲哦，咱这边有做新的白雪酥，阿土西讲真好食呢。听起来确实袂歹呢。嗯。啊，玉红。嗯。我想到一个办法，会使让店的生意更加好哦。是哦，是啥物方法？咱哦，会使写一番好听的话，放喺饼内底啊。等伊来食到的时阵啊，有好彩头的感觉。死狗人卖了好，咱阁会使给恁阿兄一个惊喜哦。对呢，汉文，你足巧的呢。啊，不过我无读啥物书，我唔知要写啥呢。无问题啦，我来写，你来看，安尼较紧。嗯。来来来来，欢迎大家来试食。
吃，阮身口面给我拼啊！对对对对，我阿土生哦，挂保证的啦，这白素素绝对好吃啦！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快来吃！我的饼真特别咯，内面拢有放些好听话的纸条啊，哎，而且每一个饼拢无同款哦。安尼哦，哦，这特别咯，特别咯，快快快，上面好听话。嗯，你真有诶。饼内面的好听话是啥物啊？啥个好听话？春风头家娘反袂饭阿爸，有林世堂的囡仔，这根本就不守妇道嘛！真正要走哦，都要见敌人啦，见敌人啦，啊不守妇道，些臭啥？林先讲啥？啥物人把这二条放伫饼内底？阿娘，是我啊。你也好，你的心肝那遐勇，怎样来批评的代志？我，不是要反抗的。王汉文，是你坑的对无？是谁做的无重要，重要的是，阮阿爸才过身无外久，你就敢硬做伙，搁予伊有心，这种大逆不道的代志，你嘛做会出来？你，谁讲伊有心？你莫在遐甘愤如天哦！刚才我当晋南的面头前，请大夫来替你看诊。唔免啊，这囡仔是阿金的。你何白讲？我是本老板好朋友，伊早就袂生了。你讲你有心，你根本就不守妇道嘛，见地人啦！见地人啦！伊唔干那是不守妇道，就连林世堂骗走本老的财产，阁让我赶出去本家。我是本家的子孙，绝对袂原谅这两个人。阿文啊，我唔是甲你交代过啊，这种代志袂当讲出去。我无讲啊，我是用写的。你，歹势，我已经失去一切，我袂用个无保守。好佳哉，阿爸在天之灵有保庇，我将本家替回来。哪有可能？地契甲店契一直伫我遐。你用的是假。我早就已经电话过来了。重生回来，玉红，你竟然利用我！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今仔想要报仇，为什么唔对啊？你有遐尼侪方法应该报仇，你为什么要利用我？嘛唔对，我阿爷是做真侪歹代志，啊，不过搁再安怎讲，伊也是我的大兄，你应该骂我自私，啊，不过你为什么要利用我？玉红，真正足歹势，啊！不过我一定要林世堂甲廖春芳想来报应。我知影你对我的感情，啊！不过我……你怎样？你怎样？你搁安尼做？王汉文，你为什么变来这呢恐怖？你是在玩救世梦的？玉红啊！玉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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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别管我啦！我袂哪会当无管你啦！我看你安尼艰苦吼，其实我比你搁较艰苦呢。我真正唔知影，我是不是有迄个资格来怪汉文？虽然真正是我阿兄唔对，人得讲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啊！不过我知影啦。啊，你是伊的小妹，你一定感觉足艰苦的啊。只是哦，我安怎想嘛想无啦。伊既然利用你哦，踮咧饼内底甲囥个纸条互大家食，我搁想讲哦，伊会重新开始嘞，哪会变安尼啦？
代志到这个地步，我甲汉文嘛无可能啊！原来，我家己介意的人利用，是这款感觉。好了好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本家的祖先，我已经重新回来本家，我一定好好啊振作，让本家越来越旺。哈文，阿土师，你来啊！玉红伊敢好？玉红哦，伊真艰苦啦。我知啦，拢是我伤害伊的啦。哈文啊，我支持你吼，摕回你原本的一切。要唔过哦，我想袂到你竟然利用玉红，本家的地契还佫店契，你已经摕到手啊。是安怎，搁要对林世栋，还搁廖春风下手？歹人应该受到报应，我只是替天行道。你安尼毋是替天行道，是你家己想要做天。做唔到代志的人，天公伯啊，自然会予人报应。你安尼做就是唔对，你利用玉红更加唔对。你敢知影？玉红伊是真心介意你。我知，我会用我一切替你保佑。原来本家的梦牌叫我付钱以后，伊会家己慢慢啊变去。看起来这个萨布森真正厉害，不过汉文报仇会当这么顺利，安尼唔得，佫代表我佫要开始变衰啊！唉，我这个土地公哦，真正有够歹做的。师，请问一下，你敢是土地公？你哪会知啊？我是用药的啦，你伫我身躯边鼓励我、照顾我，我真正足感激。哟，你安尼是咧创啥啦？咱本来就是朋友啊，你的成功哦，是因为你的善良。虽然讲你有一挂手段，我是无啥认同啦。我知啦。我为着报仇吼，伤害着真心对我好的人，你放心啦，我会用我一切去弥补伊。啊，对啦，伊拄则讲，阮的墓若是变起，你就会衰，是啥物意思啊？啥毋知啊？当年萨布森替恁搬家，找到这个香炉，搭嵌的风水系啦。啊，只要这个梦牌若愈起，恁搬家就愈旺。要唔过你吼，这个梦牌拄甲我的庙对冲啦。所以唔只哦，影响到我的香火。原来是安尼哦，你若唔较早老我讲，我会使替你签庙啊。签庙？对吼，我哪无想到。阿土师，我嘛是安尼叫你较惯习。我以茶代酒，我敬你。来。我要创啥？我要上分台分八名啦！你是在讲啥？我在讲啥？因为你，我甲春风就要拼命逃走。你无细只巴肚，即摆巴肚内囡仔都无去啊！人甲即摆也分袂不起。今仔日我一定甲你八名。林世道，你家己做唔到代志，你搁敢怪我？而且这囡仔无出事嘛吼，伊若是出事，一世人向滴滴嘟嘟，你敢有想过？我不管你这啦！你利用我的小妹，夺走我的一切。即嘛，搁害死我的囡仔！我今仔日一定要你死啦！阿兄，阿兄，拜鬼啦！林世栋，你莫袂来哦！你莫来啦！是啊，我这里啦！你去死啦！是啊，玉红，我也是一步错，规盘招输了。
用身躯去撞刀啊，都是无希望世东过来做唔到代志，世东敢会认错呢？家公，你韩文，我的动这一刀，不是为着你，是为着我的阿娘，希望我安尼做，应该不枉我阿娘。我答应你，你还答应我，爱护我经营本家。我相信你一定会真心讲的。玉芳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不应该为着报仇，我不应该利用你，我介意你。为何？自从你利用我对我阿爷开始，你就不是。心目中伊个汉堡，不管较早我有通喜欢你，即马伫在我的心里，只有伊个一直陪伫我身躯边咯。你骂我？欸，我是你七世的翁婿呢，你看较详细。心了后，世东才知后悔，决定要自首。也因为汉文精心照顾，饼店的生意嘛恢复啊。本家又搁受到香炉搭砍起的地印，愈来愈旺啊。汉文嘛替土地公来刷神庙，而且这间神庙搁加一个新主人来陪伴土地公啊。哎，你哪会走出来啦？哦，我是来看你要去倒位啊！啊，我知影，你如果要去天顶看仙女洗身躯吼。不，我是想讲，要出去顺顺看看啦。上好是安尼啦。哦。托你讲，我跟你讲哦，咱拢是七世夫妻呢。你那是敢乌白来哦？我就和你讲，这个气球。我猜了。哎呦，奇怪呢，人个玉红哦是安尼温柔又够体贴啦。我想讲我以后好日子哪过啊？啊，安尼吼变出土地婆，啊，赶快安尼赤白白啦。你在讲啥？无啦，水妹，我意思是讲，我替你掠灵啦，掠灵啦吼。哼，安尼
嘛，佮差不多诶。哈大来了啊！俗语讲一命二运三风水，台湾人相信风水会改变命运。风水唔是讲袂当信，但是千万都袂使信甲买去，做来买去的根本。做人的根本都是爱修心积德，脚踏实地。那受好风水指引，当然是锦上添花。也那无嘛无大紧，因为心肝若好，风水便妥。金花招出黄金，连日本皇太子都要来参观，因此日本人更加喜太子面馆，何必将日本馆过来接待？想要搞皇太子无来，馆计煞生死，接替康辉，竟然是歹到无生理的阶段，甲伊后事，佫将规间宾馆舞个乱糟糟。伊身为馆计，会当玩弄死，但是袂使失职，所以伊要教这两个人做馆计自己。下礼拜同一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戏说台湾太子宾馆》。咱相